其实上一个改造的视频发布完之后啊，有粉丝呢联系了我，他有个需求啊，就是这栋别墅的二楼有一扇双开的铜门，他想把这个铜门呢做下改造，也咨询了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漆，好像在金属市面上做改造的都不可能。他最后呢，他找到了我，问我有没有这种方案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改呢？他说如果不改的话，整个门都拆掉的话，墙体的结构会破坏，而且门也要重新换，各方面的成本呢综合起来呢都很高，所以最后选择了改造这个项目来做。问我有没有办法，这个是二楼那个，就是它的铜门啊，还有上的铜雕的基底，一会儿我们看细节啊，这是具体的放大的样子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门的细节啊，到处都是铜雕，看这种铜雕。然后呢，我给它配了我的材料，这个是打磨的砂纸，德国勇士的。然后这个是施工一半的样子，这施工的细节，上第一遍漆的细节，这是只是第一遍。这一遍呢是最终完成后的效果，满满的英伦灰的高级感，非常舒服细腻，非常高级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，再见。